此次讨伐的头等功劳，都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是何人？如此可以？这是何等不祥之气！ 真没想到，一看见此等邪气，竟毫无惧色。身为一介义勇兵，未免屈才。我等孙氏一族，骁勇善战，堪比猛虎。 凭我孙氏之尖牙利爪，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。然则那邪恶之气，将来必成大患。且看旗鼓相当之你我二人，何者将率先撕碎这笼罩世间的黑暗？ 此事通报曹都尉，孙坚先行一步。莫非气的紊乱是那个人造成的？必须尽快告知师父。你要一起来吗？